说从古代到现代，是不是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无情？嗯、就是你不能太友情。你可以一方面你可以说表面上看是无情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对个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尊重，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对你在这这个呢，就跟这个好像跟亲缘、跟家族啊。 关系就不一样了，它是每一个公民的个人的这种尊重。嗯、但是您比如说，好比说，你说夫妻关系，就像文道刚才讲的，最早当年它也是一种家,<易>家族交易财产的起源。但是到了今天呢，是不是那个理由消失了呢？嗯哼。 还没有完全消失，没有了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人的就就像刚才文道也说到的这个人类最早哈，实际上，比如说就以婚姻来作为一个一个视角看的话，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不不要说亚洲，其实欧洲、非洲也差不多一样的，都是，嗯、呃，更多的像一妻多夫的。 以所谓的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男人是次要的，呃，女人是最重要的。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在原始社会，男人要出去打猎，嗯哼，啊，一年里面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男人会死的，嗯哼，啊，所以生活就那么那么惨，是吧？所以在那种环境之下，如果后裔啊后代是以男的这一条。 线来为定义谁是谁的儿子，嗯、谁属于谁的，这那这个社会一年里面很多的、嗯、对小孩有四分之一的到三分之一的概率，嗯、一年以后就没有父亲了，那不就没有人去供养了吗？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母亲呢是在这个部落里面，嗯，呃，干细活的，所以他们不会去到外面去打猎，嗯、面对那么大的生命的挑战、嗯嗯、啊，所以他们自然的就作为。 这个小孩的这个归属的一方啊哈、嗯，哈、嗯，这个延续性这个概率啊，就会大大增加了、嗯。但是，一进入定居农耕的以后，就整个的是变过变过来了。嗯、每一个农耕社会都采用了这个父系的父系的,父系的养子多多少少的养子防老的一个体系。嗯、这样一来的话，就出现了一夫多妻的一个普遍的、嗯、啊这个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嗯、啊，当然到了当然,当然后来到了工业社会以后。 嗯，实际上前工业社会在基督教社会里面，就是后来就延续出来了那个一夫一妻，所以，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从那个产业结构的那个,变迁那个变，产业结构，嗯，从这个变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人类的这个夫妻关系和家庭里面的这个权力结构、啊。 这个呃带来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啊正在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这个转型，要呃进一步往服务业转转移更多啊，实际上对这些对于家庭里面的关系。嗯 慢慢的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对，这样你们女士在家里地位越来越高。<laughs>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在家里面，很多社会它表面上看上去男权非常非常占主导的这种社会，嗯、女人在家里其实都还算有地位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后来变成那个一夫多妻嘛，嗯、比如在在中东那些那个游牧民族，他们很多时候他为什么男的可以娶多妻，嗯、是因为战争有很多的寡妇。嗯 最开始是因为要接纳去安排那些寡妇，嗯、所以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安排。就这个你是你是会怎么怎么你就你怎么去安排这些人？那其实即便是那样子，就是在多妻的那种家庭里面，那女的还是挺有地位的。嗯、对她枕枕边风那些吹吹还是可以，就家里事情还是归她管。<laughs> 那相反就。 在一些看上去好像男女挺平等的社会，但是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在职场呢，那、嗯、玻璃天花板还是很严重的。没错，对我听到有一些中国的就是经商的人，他们就说嘛，他们就是出去就谈判啊什么，就发现、嗯、哎，对方的公司常常是这样子，一个男的老板，嗯、然后呢，那个男老那个男老板未必是最聪明的，嗯、而且往往是不是最聪明，嗯、但是旁边的一个女副手。嗯 嗯、那个人一定是最聪明的，嗯、就通常他就说我要跟他谈一件事情，要跟那个女副手先说，嗯、他一定记住所有的事情，很非常有安排，嗯、哎，会有这样一种格局。对我很有这个经验。啊，咱们去一下广告啊，长安福特锐界圆桌派广告回来接着聊。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来自背后的无数次科学模拟测试。 二零一八，2018, 新锐界，新成就，福特，进无止境。不过说回来，其实社会的需要跟环境，当然会造成很多制度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比如说处理两代关系，或者是两性关系，都一样。可是问题是，当整个社会在变的时候，就我们能够做的。 个人能够做的，恐怕通常都只是我个人心理怎么去适应。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这么一个变动秩序下很，很很很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还没做好一些的心理调整。嗯，刚才讲到养老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机会，就是你们要去住老人院，但住老人院的人是要有做住老人院的心理建设的。 那这个心理建设包括什么呢？就像比如说陈老师，你可能是您夫妇俩都有足够的心理强度，就你有自己的生活，就像你刚才讲，他生活不建立在谈论子女身上。<coughs> 那除此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不要忘记，去养老院跟在家防老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到在家防老，你是越来越抽离社会。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呢、啊，他其实很，我觉得最凄惨的是孤独。那个孤独是什么？<对>他越活到后来。 他的活动范围越小，到最后甚至是不出家门，他就只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或者家的范围。但是老人院却相反，老人院是一个社交环境。嗯，就你具不具备那样的一种能力、性格、社交的那种技巧，在你年纪那么大的时候，你还要去适应那些原来你并不认识的人。 天天跟你打交道，你比如说，我爸，我爸就完全不可能，嗯，因为他是个非常自闭、非、嗯、非常自闭的人，嗯、平常从来不下楼。那对于他来说，要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去，需要需要跟人相处，嗯，这玩意儿那就跟下了地狱一样啊！对，那所以所以呢，就变成出现别的情况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见过有这么一些的，也不完全说是老人院，有这么一些老人的宿舍或者老人公寓，欧美都很流行。<对>他是怎么样呢？他 不是百分百的养老院，它更像是<的>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约好，我们说我们老了一起去那买个房，买买几套房子连在一起住，是你这个其实是跟一群朋友共同老，哎，然后呢，我就我们也见过嘛，<coughs> 我们在你瑞士很多这种<的>我常见到，其实里面也蛮凄惨的、嗯。对，当然，但我见过那些很搞笑的，<笑>我真的见过七老八十的十来个老人，然后坐着车开着车去旅行。 这这 <laughs> 这这就是我一问，原来原来都是一起住那种地方的，或者住一个养老院的，嗯、可以的。而且其实是可以的几，几个老哥们儿坐躺椅上，对,对，就是刚才尿了几滴啊。<laughs> <三滴 S 1> 今天今天尿裤子换了三回。你 <laughs> 比如说这让我想起来我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种安排。比如说，就举个例，像我我自己的祖籍啊，我的老家是广东顺德。我们顺德有一些风俗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首先，我们有一种人物叫马姐。 就是这个叶德娴演玄安华那个电影《桃姐》啊、里面那个桃姐这种人就叫马姐。马姐是什么呢？她就是像现在很多人请呃家里面的阿姨一样，嗯、啊，或者香港的菲佣保姆一样，她是职业的。而这种职业呢，在我们老家呢出来这种职业，她有个特点，她们一般都是一一辈子不婚嫁，终身,嫁啊、终身不嫁。 所以他们有个名叫自梳女，自梳，哦、对、哦自哦，自己梳的那个，对，自己梳头发，自己梳起来。然后他们叫梳起不嫁了，就我这辈子不嫁了。然后呢，他们呢不嫁人，那么一直跟着这个打工的这个主人家。但是他们彼此这个群体之间关系很密切。然后他们又有个习惯，就是他们一路帮着主人家打工，然后但是主人家也有义务要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存着。这个钱存着干嘛？等到他年纪真大了。 干不动了，那有的主人家就万一出了像刘德华这样的少爷，哎，他想养，那当然很好。但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就退休，退下来怎么办？他拿他身一直攒的那笔钱买一个小房子，然后呢，一般都是马姐是一群的买，然后这种房子呢，我们叫做姑婆屋，就一整排，整条村就是干这个的，然后整条村的人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太太。 然后彼此照应，也算社群呢、啊，<对>是个社群，哎，是个社群。其实，其实陈老师，我特别想请教，对对，对您<有>刚刚说到就是互联网转转型这个服务业嘛，我在想，哎，忽然会不会让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重新发挥啊、哦？比如说好多年前我就听说在韩国，他们叫老年人干嘛呢？送送就送快递，因为老年人坐公车是半价嘛，嗯、<laughs> 就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嗯、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有啊，有一些那个 apps 就是你是专门可以找人帮你去排队，好像。 就是帮你，反正去做一些花时间的事儿，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嘛，老年人会有时间，就会不会带动一种他们新的角色做快，我相信做快递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肯定不是骑那个单车了，走路都走不稳，那个不要不要说跑那么多的东西，这个呀。不过你说的对啊什么的，当然最以最好还是有别的办法吧，比如像我我原来不太习惯的，就是在但是在香港看到。 那么多的这个男的女的七十几八十几还可以开出租车啊，或者是坐到餐馆里面去打工啊，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当然，我我原来不了解，现在更多的了解到香港的这个退休、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保障，太少太少，非常少所以这就逼得就就生火金嘛。 那么多的人就被逼得这个，嗯，不说这个话题了。嗯，对。但是您说像这个，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这个改变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自梳女，嗯，这就是一种它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自梳女是的、哎。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就是说人类啊，所谓的这种家族啊、婚姻呐、啊、亲戚啊，所有这些制度。 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不断变的、哎，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哎，陈教授，您有预言吗？它会变成什么？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哎，我我说句这个这个、这个、比较低低俗的，就是说我老发现呢、啊，谁养谁这事儿很重要。就比如说，或者说夫妻两个，你说白了就是谁挣钱多，谁挣钱少，这个事情啊，潜移默化的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倾向于像您说的，女性地位高涨了。那么这个婚姻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那您觉得将来，哎，那天我有个同事还跟我讲，就是现在为什么不稳定啊？叫今天的社会啊，男的不缺性，女的不缺钱。<laughs> 哎、这个，那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会变成什么样呢？嗯、um,，肯定。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本来我们说的哈，就像就像那个呃那个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里面说的哈，嗯、你耕田来我织布、嗯、啊，我挑水来你浇园，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laughs> 通过两个人结婚，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laughs> 你发挥你的、呃、对发挥你的优势，<对>我发挥我的优势，这样一来的话是通过这个组合、啊，把这个产出可以最大化。 比 <對 S 2> 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哈，<laughs> 对。但是这方面的那个经济功能呢，也是有这些公司啊，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都取代了，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呃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养子防老的一些风险保障功能、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金融市场。 和这个养老院等等那些行业取而代之了，那到最后的话，可能有的人说，那结婚不结婚，呃，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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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啊？哈，现在的话，好像尤其问中国男人啊，或者中国女人，会可能会说啊，这个用得着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嗯，所以到最后想一想，对，到最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 发现了，最后还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好，哎呦，这将来所以所以这个就回到这个原子，这个这个个人这个原子对。 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嘛<对>。我不过我觉得、这个、一切都在离散嘛。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它的惯性还是很大。有时候，比如说你说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啊，我反正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不是女的赚钱多，主要是那个男的，就是心理不平衡，嗯，就会找小三啊。这这个话可能说的这,有理由了这个话说的太绝对，<laughs> 但我自己看到过真的是这样的例子，是就是。 有你很奇怪的，我觉得以前我们说，啊，比如说你婚姻或者你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结婚，嗯、我们都说一定要最重要是看人好不好，嗯、就很纯洁的那种关系，觉得、嗯、啊，你如果看一个女的，你只说她漂不漂亮，那是你就是这个就不对，你要看人好不好，对，看男的也只能说人好不好，你不能看他那个有没有钱。<对>后来我渐渐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他这个东西还不能叫潜规则，他 <laughs> 就是个真相 <laughs> 对呀、啊，我也觉悟的太晚了，我后来我发现哎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男的，你不要。 要说收入有多高，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有一定的收入，什么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嗯哼，就因为这还牵涉到这个男的本身的性格的健全<对>跟尊严，包括他的信心。嗯、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我想讲回家庭功能啊、哦。其实你看人类历史，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觉得这完完全全就是个家庭功能不断被剥夺，或者家庭角色不断的被削除的一个历史。剥离。对，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嗯。 在六十年前的中国，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出生是出生在家的，在家里生的以前小孩，死也是死在家里的。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是家里上学的。<对>那么请问，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死在家里？就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然后你小幼儿阶段你在托儿所、在幼儿幼儿园。 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不断在剥离，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家庭是什么？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可是这个情感功能，今天我们用手机、微信朋友圈也有很多情感功能、啊这个。这个这个，鲁鲁迅先生早就说了，呵呵爱情是要有所复利的，嗯，对吧？如果最后抽抽抽抽的就剩下一个空空的感情的时候啊，觉不觉得虚啊？ 但是有一个方面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呀，会使得婚姻呢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那个纽约州，对于这个婚姻权利哈、啊，婚姻带来的权利啊，做了一个统计。他他他们算了一下，大概在纽约州两个人结婚，就是这个婚约这一张纸啊。 嗯、就可以给双方带来一千多种不同的 rights，不同的权利。哦，这个原因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移民权是吧？你你你你，或者、哦、说美一个嫁给、哦、一个美国公民，哦、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对对、嗯。这个养老保障呢，这个医疗保障呢，嗯、甚至于到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嗯、啊。 我去登记了，那么我妻子就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去的，或者人寿保险，呃、人寿保险啊、呃，在耶鲁大学里面的用使用图书馆的权利，嗯、啊，那很多了，嗯、一千多种啊，所以所以、嗯、这些利益的面前会使得，这婚姻、啊、这一张纸啊，还是会有差别的。<laughs> 但是你看，就所以说制度是呃人设计的。 你现在香港交税啊，呃、嗯，对的结婚的人交的税就比单身的人少，有孩子的更少。对啊，<是>他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对，所以这个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助长，不是说助长了，还是要让你结婚的，维持这个婚姻是有传统家庭的。有些地方的人不结婚是为了省税，好像有些地方也有也有这样的规定。有中国嘛？这个，啊、比如说，呃，结了婚的离婚的，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对不对？买多套房子，而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你负债是不是一个共同负债？就因为现在有可能，比如说有人会认为离了婚之后，你已经离婚了，你丈夫的债你也还在共同承担。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该不该结婚了。哎，我刚听你们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到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是因为我作为妈妈的功能被学校。 保姆，还有什么做做做饭，了最最极端，<对>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所代替。嗯、但是回过头去想，就像你说的，这就让我感觉很虚了。就哦，原来我和我孩子之间，我已经不能用金钱或者用任何的其他办法去约束他，我一定要对他好点儿。<laughs> <laughs> 更多的，你反而要想，<laughs> 我们要多有点爱、哎，好像要虚的东西，情感要反而多一些。这这就是为什么呢？我我以前呃这个写的文章讲的那些东西啊，总要总要强调一点，就是。 就一旦那个父子或者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不是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经济或者保险的关系以后啊，家庭里边的文化和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你喜不喜欢谁，爱不爱谁，这个不是说哦，就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我必然的就哇就跟你个感情很接近，不一定的，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呀、啊。 去获得双方的这个了解、认同和这个喜欢、信任啊，这 <是的 S 1> 就为什么像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看美国的那些电视剧的时候。 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当时就学着啊，在美国这些儿子女儿可以叫父亲叫母亲，可以叫名字，对我们看这个是，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不能够理解，很震惊。但是呢，你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他就是通过这种不要称这个、嗯、啊，因为我是父亲，所以你喜欢我也行，不喜欢我。 我也行，你必须得听从我的方方面面的啊，因为我们只把那个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嗯、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话，更多的人会觉得，父母跟子女之间本来就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指望。对。啊，那么以后的话要把这个家庭的感情给他建立、给他巩固住的话，必须得靠真正的平等的交流、嗯、交往。 这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你的体验，实际上对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呢，经历了一两百年，<laughs> 真的感情得以纯粹了。可是这也要反小心啊，<吧>这个是要学习的。人的家庭关系能够好，或者夫妻关系能够好，感情的发展能健全，不是天然的，是要需要学习的。嗯、因为也有很多情况，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个心理学的说法很流行嘛，特别在美国叫情感勒索，恰恰就是因为这样，哦、就是因为。 你什么都没有了，剩下情感关系，那你怎么样来约束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子女，或者你的父母呢？那就用情感来勒索，情感勒索表达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很想孩子对自己好，但是我共讲刚刚讲这么多关系，我都管不住他了，怎么办？那我就要需要，比如说是我要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角色，永远让自己的丈夫、太太 子女或者父母觉得亏欠自己，哦，有的，对吧？永远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可怜虫，可怜虫，然后使得他在道义上、情感上觉得他是对你的受害情况有责任，那么然后也演,演变出很多悲剧。就纯粹的情感关系啊，不容易，这是真的是要学的。哎，这个还真的是，啊，就是说当解。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啊要有所复利的？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还觉得，呃，就说。 是一种，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供养关系，但是呢，笼罩了一层感情的面纱，仿佛这样呢还牢靠些，对吧？<laughs> 有理有面有理有面但是呢，当抽去了这个理子，或者仅剩下面儿的时候啊，反而这个事情变得很高难，难反而变得、呃、需要哎，真的是需要两个啊。就有人讲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啊，就是汪曾祺讲的话嘛。我有一个朋友在呃呃移民加拿大。 他就给我讲，他得加拿大这个医疗制度挺好的。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跟这个我看这个外国人呢、啊，跟跟这个父亲呢、啊，就是他父就是父亲这种中风啊，什么这什么的。他说在医院里啊，有专门的这个护工，嗯，人家的护工啊，<的>据说服务水平也相当高，嗯，那家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整天。然后呢，他说这这个儿子呢，每个星期天开着开着车到那个医院跟父亲聊天聊一下午，嗯，哎，两个人真的像是。 兄弟一样这样聊天，看球赛什么的，哎，一起看球赛，嗯、听起来反倒是挺好的一种感觉。对对，当然，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体系，就跟刚才我讲的有关系，就是那个遗产这个制度啊，嗯、跟中国不一样的。的中国我们历来就是诸子均分啊，就不管这个儿子好不好，但反正只要是他儿子，就占几分之一，这个是肯定要保证的。但在美国的话，完全靠那个遗嘱啊。 你怎么写、呃？怎么写？所以这个的话，多多少少呢，就是有一点激励。这个、对，只要我还没有写，哦、我还没有，我这个还真是我的那个那个遗嘱上面写的财产是怎么分的，子女不一定知道，所以让让他们有一点激励。<laughs> <laughs> 最后一招拿住你，你得跟老爷子好嘛，相互邀功，对对对，竞争。<对><对>所以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陈教授给女儿写的那份